Hello，海外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学义，在春花宴中饰演慕容景和。算人心，破死局，藏去余生，待时而动。上优酷国际版 APP 看春花宴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，期待与你顶峰相见。人人都当本王是疯子，疯子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本王的这双腿就是被你们七州人所赐，本王也要让你尝尝站不起来的滋味。去，重新大声的唱，让整个招金都知道，我白鬼主帅回来了。